我们今天有13个人登录。好，第一次啊。那大家都讲了，今天2020，然后昨天晚上或今天早上，大家一定会讲 Happy New Year。就我们这个职业来讲，其实我不觉得有什么 Happy New Year。这是一个新的，是一个 New Year 没错，可是一定会赢球才会 Happy， 对吧？所以当你进来之后，我不觉得大家进来之后，哇，然后会有我刚刚没有看到谁在互相那边 Happy New Year。我们现在进来是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，我们来准备。可是，一旦今天能够赢下来的话，能够 win， 能够拿下这一场，像上一次圣诞节大家给自己的一个很好的礼物，那今天我们可以赢下来，相信就可以跟互相，哦，包括你自己，一定就是一个很好的 Happy New Year。所以今天的比赛，我希望大家谨慎的去面对。然后能够在1月1号，同时我们13个人都能够上场的状况之下，能够把这一场球在主场的球迷前面，大家特别记得我们有二连战的主场，好，所以今天还有一场，明天还有一场，我们都要在这两场把最好的表现，能够在这两场表现出来。OK， 来。地板球送给曾祥军，库帅高的他出的距离八十，再进上半场的第六个3分球。5、4、3，自己为勇士队送上祝福。他们第二节都进六，总他三分命中率达到50%，所以他我们现在失分是58分。第一节失分24分嘛，第二节失分到34分，等于至少我们在防守上面的确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团队帮忙一起把篮板球拿下，这只是上半场。打完84-75，双方又再度回到了个位数的分差。不信，蠢蠢小动作，天启的一挥手，插板得分，第四节的本土洋将跳出来了。出来的时机点刚刚好，直接手破篮得分。
李辉，陈杰恩的三分外线，一步距离，这个杰哥。禁区被盖过，李辉剩下一秒钟不到了，外线的出手冲盘进，到底算不算？裁判点头说算。就地板球，张忠宪的切入上来，这是一次三分打的机会。我们球权高调，这边也是一个 N1， 好，就最后的比分就是114-106。新竹接口工程师在客场拿下了双方啊这个 dog fight， 就是一场激烈的你来我往的赛事当中的胜利。我们单场输球都让对方得超过100，如果110，那这样子当然就没办法赢了。哦，对，防守端上面不管是布拉，不管是外线，我们在队上面真的要尊重一下队友。我们助攻15次，失误又到了20次。好，上次那主播啊就问我，就说红葵说，哎，为什么你们这季的助攻这么少？我说有可能是第一场、第二场我们的控球员都不在，我们现在伤病都慢慢都回来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助攻上面必须要提升，那失误上面必须要减少，我就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的助攻是这么的少。明天开始的比赛，我们会不断的对到国王，上一次对国王并没有赢球，所以请大家 focus 在明天怎样去赢。